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午夜新歌榜，我是马琳，我是剑刺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子妍。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按照我们屏幕下方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，投票支持你喜欢的歌手。那子妍最近是刚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，对，刚刚过完，而且据说那个生日是在网上直播的。啊、是的，是的，那天，6月30号当天嘛，我们本来是说要晚上八点开始直播，一直2个小时嘛。嗯。但是那天可能是网络出现了一些状况，然后延迟了1个小时。哦。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就是直播间等的，就是心急如焚，因为可以实时的看到网友的回复。哦。对，就是底下大家都在等。对对对，没。我们开始生日过了。啊。什么啊？对对对，当时就真的挺那个着急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然后让大家等那么长时间，其实很难过。然后，好在就是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，然后唱了大概10来首歌这样子。哦，就是你的生日会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歌友会。对对对，当天也有歌迷来到了现场，然后他们也在安慰我。那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环节呢？记得有一个环节是翻唱 Beyond 乐队的歌，因为那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生日的那天也是，黄家驹老师去世的日子。对，然后所以就是挺感慨的，然后就唱了2首他以前的作品。粤语吗？粤语。你会唱粤语？也是回去练了一下的。来2首。在雨中漫步。写给灯情路相对望无心更远过去美丽的黄鸦曾满分的黄鸦潇洒了。哇，我觉得听他唱歌有点像王菲唱粤语的感觉，有一点，但是声音很特别的。对对对，有一点起伏，这样特别的音质。其实我觉得有那么多人陪你一起过生日，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剑刺，你有没有难忘的生日经历呢？有。其实我是一个从小到大不太爱过生日的人，但是有一次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我的18岁成人礼的生日。然后那次是怎么样的？那次是我们那时候，因为我的生日是10月5号，就每次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刚好都碰到在放假，然后大家都各回各家，那时候在培训嘛。然后那次本来到十月份国庆节的时候就也要放假，然后怎么商量怎么去玩，然后说大家一起说去那个去我老家给我过生日啊，这样对一块庆祝一下。结果没想到公司突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工作，不是工作，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把我们放到部队里去了。啊，对，把我们突然在国庆节的那段期间，把我们放到了一个武警反恐部队训练我们军训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想，哎，完了，这个生日也泡汤了。我说，因为我平常不爱过生日，但我想18岁的生日要好好过一下，就泡汤了。结果到那天晚上，到10月5号的那天晚上，应该是10月4号的晚上凌晨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部队的那个休息嘛，在睡觉。然后那天晚上他们故意整了个桥段要跟我吵架，然后我就那天晚上弄得我很不开心，然后突然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就是要这样从低谷到开心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对，然后突然我们当时训练我们那个班长，就因为部队还没有什么蛋糕，这是不允许的，然后拿了一个苹果，然后拿了一杯水，就是说以水代酒，然后祝我生日快乐。那杯水我到现在都记得，那个杯子就部队里面那种杯子，然后我觉得那个生日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，真的非常有意义，而且是在军营过了自己的18岁成人礼，算是。对，那说到生日，我觉得生日礼物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你刚刚说了苹果，那子妍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特殊的生日礼物？其实我的生日礼物今年来说的话，应该算是我的专辑了。对，因为是在生日的前夕发布的。等了这张专辑，我等了3年，所以应该算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那剑刺呢？除了那个苹果，还有吗？很多，我觉得像这种送奇葩礼物的这种事情啊，只有我们组合那个瑶瑶很能干出来。是吗？对，你们以前我们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经常会准备这种惊喜给对方，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培训大院里面，然后把每个人送的礼物都藏在大院的某个角落，让寿星去找。然后每次瑶瑶就最难找，为什么？她的生日礼物最小，她都送我什么？充值卡。啊，
那不是挺好的吗？手机充值卡多实际啊，就很实际那种。但是就是让人觉得啊，好没有新意、啊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玩那个游戏，然后王浩也是送我那个也是游戏的充值卡，然后跟卡盖上了。我估计你们团队的人都是去批发的，一批批一堆卡，然后那个谁生日就送给谁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其实说了那么多呢，我们还是要接着来接榜。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午夜新歌榜国际榜单 Top 20，一起继续今天的午夜新歌榜。国际榜单第二十名的歌曲是 CLC 的《好奇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九名的歌曲是 ZZ 沃德演唱的《爱》。国际榜单第十八名的歌曲来自旋律日的《爱我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七名的歌曲是香浓的《黎明的雨》。获得国际榜单第十六名的歌曲是绝对音质男孩的《镜子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五名的歌曲是年复一年乐队演唱的《闪耀》。国际榜单第十四名的歌曲是希拉里达夫的《火花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三名的歌曲是朴珠丽演唱的《小王子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二名的歌曲是宋智恩和金成员共同演唱的《清凉夏夜》。国际榜单第十一名的歌曲是贾恩的《来吧》。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子妍可以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听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。嗯，谢谢，我也非常高兴，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再来担任我们的特别嘉宾。嗯，希望能更快的见到子妍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要一直听好听的歌曲就请每天锁定我们的午夜新歌榜。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呢，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投票给你喜欢的歌手，谁会是榜单冠军你也有决定权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明天同一时间午夜新歌榜和你不见不散，拜拜拜拜拜拜。